要进行抽水的一个检查，进行疏散作业。这是我们前进指挥所总警管制，那么处理的对比处理的快还得重要。现场更请求我们北区独在硬土石流建筑物倒塌，状况小弟有一各位长官、各位嘉宾，咱们正前方黑洞建筑与土石流倒塌，造成黑洞建筑往下的坍塌，造成黑洞坍塌，同时里洞建筑的位置瓦斯外泄。我要造警车以及国军自动支援第一大队开拳，指挥通讯做回去，在灾害现场提供我们有需要的作战人员，灾害进行完成我们的通讯，同时可以看得到地动建筑的位置，消防人员使用我们双手机进行外部的消防，而地动建筑前方一名消防民众陆续和将我们消防民众成功救援出来，继续将目光看到正前方，在抢救的过程中灾情状况复杂，因为土石流坍塌发生很多事故与不平事，抢救过程中随时释放敌人，还有动作暂停，因为地现场的痛苦也回报我们的警示，一时发现人类的机会随时会闯出一点飞向，代表人员受困其中，到时候的移动救护车的代表人员受困其中。好了，救援抢救的同时，继续看到地动建筑，我们的同时可以完成搜索救援。因为我们的搜救犬回到状况之后，开始现出透过生命引力探测器缩小范围，开始进行挖掘。而我们这一批所有辛苦的救灾人员，在今年的2月6号，全部都要支援我们花莲所造成的灾害。我们的车辆进行移除作业，方便我们国派遣救灾通讯警察车，包含国军派遣指挥作业车、各区系统、卫星系统作业。继续看到地动建筑沙发，那个绿色衣服，那个结构机制，是地震国消给我们新的是。队伍也是国内目前唯一一支穿着白色的衣服，这就是我们的医生。而本次
式插旗体验。我们的很大的装置新的是政府他前的重机械部分包含国内为进行移除，当天我们坐在使用中间有区间型无法深入，使用绳索吊挂的方式经过，同时我们的国军地球所支援特种部队也在上方远作业，目前看到正前方的时候我们启动了大量上方应变机制人员必须将我们所有患者包括红色带表去撞伤，同时继续将你的目光患者陆续送医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欧人消防国军地球所携带方式成功救援地面，给我们新一叠装方向联系项目四至五平民防护官破敌抢救状况闪电，由于强烈台风来袭，部分太空包有顺手之余，紧急调用国军义消渡员呢进行横梯抢险作业。左手边十一点方向，我们模拟的状况就是强烈台风来袭，造成我们新电系水流湍急，破堤工程的部分造成部分的太空包以及沙包有掏空渗水之余，紧急协调国军弟兄以及兵力，同时由派遣我们的义消人员投入救援。这是新闻发布，紧急转联目光看到正前方，除了透过新闻发布，我们已经由新闻局联系的是政府发言人新闻局长张局长对外进行状况说明。今天上午十点，本县的中永德地区目前降雨量已经超过了80毫米，也陆续有灾情传出，目前其中包括了有多处房屋倒塌。重点关键是，发令台的是破碗一号。各位长官，在船艇所有的参与人员当然都是非常辛苦，因为每天的水域状况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船艇通过的时候，我们也邀请所有在台上的各位同事可以帮助参与人员挥手示意。上观礼台，市长全力助联水域安全，在当时也会全力协助救灾。接下来，请。新北市三一救生协会、新北市湖中救生协会、新北市芦湖水上救生协会。最后，海军陆战队的队长就是克服困难环境，积极面对风流水星，也毫不畏惧，勇往直前。今天的代号方式有三公一型的。物资发放的出现，以上为演习项目六。接下来，请看到正前方左手边十一点的月。本期的船艇以及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的救援船艇都在现场来进
进行救援的出院。水域救援最重要的就是在第一时间确认有多少乘客来进行抢救的出院，因此看到河岸边的乘客会由岸上的消防人员来进行救援，以外在公车旁边漂浮在水面载浮载沉的乘客就会由船体来进行合理搜索救援。目前可以看到重装潜水人员已经潜入水中在进行合理的搜索，可以看到既有消防人员在水面岸正前方工作人发生火灾，人员受困船舱部分正落水。很多民众进行搭乘到城门里面的物件过热而引爆了火灾，此时看到冒出浓烟，人民各位的民众冒困情况，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派遣团体保安停进台北市政府，也派遣消防救援团体以及民间团体，总共出动了9部的团体到达灾现场之后，因为不会要开始进行吸水和水进行涉水，同时右手边可以看到整个消防团体它使用移动式的抽水泵进行软管隔栓吸水之后进行涉水抢救，此时可以看到火源在我们消防团体的控制之下已经获得扑灭。但据了解，最新的情况汇报，一名受困的民众此时仍然在河面上载浮载沉，亟待救援。第一时间，1999救护指挥中心已经通知内政部通勤总队派遣直升机到大灾现场投入救援。我们期待直升机能够及时到达大灾现场，及时将我们受困的民众迅速救起。在左手边是一点的方向，是摩托车的，向人升高，我们的消防人员，我们的消防人共同使用抽起格式。在灾害的现场，我们的清除所有抢救过程，尤其是只能看到看，透过防火器无法传递讯息，此时我们需要加速，拉回来靠近火力，使用最快的方式，把我们的救援人员从前进。1356名，各式车辆232辆，船艇80艘，直升机3架次，演练完毕，恭请讲评。演练结束，恭请讲评。防疫防事，七星妙丽，新北在防，三安勇士。演练结束，恭请讲评。联合演习，今天在各个单位，包含新北市，包含周边各县市，包含中央、地方、国军、民间各团体，大家共同的协力之下，我们今天操演非常的顺利，也非常的成功。我们都知道
当灾害来临的时候，没有让我们有任何闲置的空间，任何耽误的时间。我们要在第一时间最快的速度迅速确实的达成。遇到灾变的时候，希望所有的单位能够不待命令就地救灾，就是要靠各位平时不断的演练，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个人都能够知道，当灾害来临的时候，自己应该要在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最大的功效。107年灾害防救暨防汛演习支持圆满成功。谢谢我们社长、李副主委、李副院长、班嘉宾，能够共同出席我们今天我们107年灾害防救暨防汛演习。更谢谢我们今天所有参与的单位。那么谢谢你们连日这几天来辛苦。我们现在已经做了所有关键的工作，除了去年灾害的这边副县长都有表示，我们正在去做的是化妆的事情，就是会很重要，用心全力支持最重要。好，谢谢。谢谢，高老师，背景音乐继续，谢谢。欢迎欢迎我们媒体的宣传，谢谢哈。面对记者的采访，今天整个的演习过程，谢谢我们所有参与单位，我们市长第一跟李云国红十字总会，谢谢您。今天我们的消防伙伴们，这是我们各种搜救队，以及我们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我们的伙伴们，那这是我们亚东医院的医生，谢谢您。以及我们义勇特搜大队，我们的特搜大队，谢谢您。接下来就是，对对对对对。